据爆点土匪响上小道，突然爆炸。当时狗在身亡，还好二狗补枪，上前狂扫，瞬间双杀爆头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，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EG 对战 NMO， 主角是咱们北美天才少年Nothing王，他的超强意识与超纲枪法遥遥领先，地图是Dust2。此时阵型三 D 2与狗蛋扔出道具禁闭洞。 快速上平台，烟雾未散，要小心对方的拉。炮箱架墙在烟雾消散之际再抛出三。此刻奶狗击杀一人，在不确定对方意图下再扔出壁洞三，变换位置来到了广场。 突然，奶狗与狗蛋连续身亡，武王狂点击杀，注意避闪，又迅速锁定中门。对方想逃，甩枪击毙。此时平台已破，武王来到中路，担心对方会转移B区。突然，匪下有人晃枪，没中，返回 B 洞，这条件反射是真的快。提前架枪，瞄准后花园。 时间来到40多秒，对方只能进攻区，此刻也要小心中门的偷袭。中门没人 ，B 洞要小心。先扔出四，再上假山。最后10多秒，土匪还没有行动。 武王做了最后锁定，收到爆点，对方已上平台，同时已经安装 C 4，这不禁要问队友都在梦里吗？突然，二狗嗝屁，武王趁烟查看，祸不单行，狗剩也驾鹤西去，武王穿墙爆头，小跳查看平台，没人避， 在 A 坡穿墙直接拉出晃枪击杀，这意识与枪法都是顶尖般存在。 再美滋滋拆个包。此时阵型三 B 两E，第一时间扔出壁洞五，壁 洞有人迅速抛手三。 烟雾未散，贴墙架墙等待，对方应该转点。突然受到袭击，迅速还手，同时抛出三紧急避险，不断的穿墙。 此刻，大来人同时狗带身亡，架枪等待，还好二狗补枪。近点还有人不宜行动。此时奶狗也嗝屁，狗剩是一搭人提上平台，快速来到小道。 听枪声，中路有人甩枪，多发击杀，同时残血。B 洞还有人跳下剑起 AK， 又突然返回瞄 B 洞。此刻 B 区已破，需要支援。狗剩也驾鹤西去，武王甩枪爆头，再假装上狗洞，又返回，突然闪出，瞬间爆头非常完美。 此时阵型2B3，直奔 B 区，先扔出五，背身来到狙台，突然爆闪，对方要出，还好狗弹击杀。
感觉不对，变换位置。隔墙小跳，查看敌动情况。双方一换一，中路人多。土匪想上小道，二狗子抛出擦墙高空木三百中路，快速穿箱子，突然受到袭击，险些被爆头。趁着对方还在交火，从后花园回房。竟不摸到匪家，突然奶狗被杀。对方此刻正在全力抢平台，偷袭菊花为最佳时机。丁香生就在大武王迅速移出，瞬间爆头。还有对方已上平台，快速来到广告台，三点又爆一人。正想前去帮忙时，狗剩也嗝屁，被迫退回，血量太少，没办法。又再次出发，对方已安装 C4。平台没人，对方极可能是安装警加包甩墙爆头。这一时的判断超强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